以后你再也不会是一个人了，因为总有单独听。闭嘴，我有自闭症。你有什么毛病啊？因为大家都喜欢跟你们一样集体行动吗？一起上厕所，一起洗澡，一起睡觉。你的鬼龙刀，终极班会等你回来。我以为是你刚好要拿起来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刚好讲。你可以不要每部戏都是这么耍帅吗？哎，怎么了？背对我还可以知道我有没有拿起。对，就是拿起。我刚刚一直在等你，是不是要拿起？然后我在讲，结果哦，是你在等我。啊，也是可以的、啊，这样我就变傲娇了。你把错都怪在自己的身上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你本性是好的，加入终极班好，我会把你当兄弟。不要再说了。带你来看一下我家。OK， 这是我的房间，然后那边是其他游民这样，然后我们是大家集宿在这边，啊，洗澡在那边，洗澡 ，OK， 水，现在水有点脏，管理员还没有清洗。你认识游民没有吗？你认识他们吗？不认识，但是我们才会一起。这我的床，我的灯，然后这是我的 lover， 对，我觉得万松龙他应该是喜欢孤战的。身上没有什么钱，但你既然就是到一个找一个档案，对，找档案，然后到一个便利店，然后印出来印出来一个照片，然后我为了他，对，我可能就是因为我是完全没有钱游民，但我为了他可能就是耗费了我半年时间去印出这个照片。这是我们的游民女神，大家想要看漂亮女生的话，就会来这根柱子。大家看剧情都知道我前面打赢了大家，所以我可以住离这根柱子最近的床位，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住。我个人觉得环境还不错，租金又便宜。这世界很酷。